12月7日凌晨，金凌晨在微博晒出与张宇、王珂、陈翔的合照，并求助网友取个名字。照片中，金凌晨坐在王珂与陈翔中间，对着镜头比威，露出甜笑。陈翔戴着黑色鸭舌帽，身穿红色卫衣配黑色裤子，一身休闲装，只是手已肥到模糊。而老大哥王珂戴着白色鸭舌帽，露出欣慰的笑容。网友们纷纷自告奋勇地帮金凌晨的配图取名字。一家三口，老纪最丑，爸爸和傻儿子们吉祥三宝，客栈麦霸三大头，无敌三剑客，陈翔无影手。想获得更多独家娱乐资讯，欢迎关注优酷土豆娱乐微信公众号，微博搜索优酷娱乐，全娱乐早八点，来看更多八卦猛料，还有超多明星周边和签名福利等着你。据说长得好看的人都在关注哟。这世界很酷。